林毅拉着两个儿子守的青年妇女，名叫周小丽，今年36岁，身高仅1米左右，陕西省滨州市义门镇鲁家河人。林二这个女人很苦命，自幼遗传父母基因身患侏儒症，不识字，17岁便被父母狠心卖掉，公公婆婆相继下世，丈夫又在几年前不幸触电身亡，